最 Q 的活动长小吉。我是十五届最长的公关长昆布。我是十五届最爱笑的行政长兼总务笑笑。大家好，我是十五届最瘦的社长大夏。好，我们今天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啊，今天的节目精不精彩啊？那今天的节目好不好玩？校长帅不帅啊？好帅！想不想要再看校长表演啊？好想要！啊，好可惜哦，可是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了哎。那我们大湾花生堂先在这里向大家拜个早年，希望我是大湾花生堂副社海雄，希望大家明年头发都可以像我长得一样高。一样的，长得一样的高，好不好？我是十五届最 Q 的活动长，我来跟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三日连假要好好玩，然后记得赶快脱乳。好，我是十五届最长的公关长昆布，希望明年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样高，跟我一样高，越长越高越好。我是十五届最爱笑的行政长兼总务笑笑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笑得跟我一样开心，笑口常开。最后呢，我是大湾堂十五届社长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变一样爽，然后明天大家都一起脱裸吧。大湾花生堂校长一鞠躬。觉得他们辛苦了一天，我们应该要做什么？给他们一个爱的掌声，好不好？来，爱的鼓励，一起来。好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。